很多人可能学测、考试、工作、实习，大家我都会为你们加油的。我们就是虽然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是我们都是在彼此努力生活，记得吃饭，大家冬天的时候记得添衣，对，出门带伞。因为搞不好我没有出门，我出门的话就可能不会下雨，但是考虑一下，可能会下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，然后还有要吃饭，多喝水。对，再见的时候会变得更好。哎，我好期待我们再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变更好，我们就一起期待。谢谢你们，好了，之后再见咯，大家好好照顾自己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想我，不要忘记我，拜拜，爱你们呢，谢谢。